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哈。防疫工作哈，还是全民大家关心的哈。那我想啊，虽然是一个啊宗教的活动哈，但是啊能够适时的哈，能够来宣布延后哈，我想啊这是啊全民大家啊都是啊期待的啊。咱佛祖慈悲，我相信啊，咱的妈祖婆一定会保佑啊，咱所有哈，咱的众生大家都会当平安，我们的防疫工作一定会成功。